成都大运会博物馆位于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内，整个展厅面积3300平方米，按时代使命、责任担当和全球盛会三个篇章进行布展。馆内收集各类实物藏品1000余件，影像及电子文档资料近8万件。除本届大运会的珍贵实物外，还展出了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奖牌、火炬等藏品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成都大运会博物馆对公众开放的第一天，后续呢，我们也会对讲解内容做相应的调整，将更多有趣且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呈现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。在博物馆里，不仅能够了解大运会发展的历史，还能与历届大运会火炬、奖牌来个零距离互动，充分感受大运魅力。也是有提前5天就预约了，通过这个展馆，这一次大运会的话，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。